有，明天早上你要去排队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今天我们是要去找口罩，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武汉肺炎很严重嘛，然后我看新闻最近好像也攻向新加坡跟 JB 就柔佛，然后那边的商场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给所有人抢完了，然后 JB 的 mall 几乎有一半的那些日常用品都被一些人抢完了，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口罩是目前最需要找到的东西，所以今天的 vlog 就是记录我们找口罩的过程。Let's go。No。前面还有一间。我相信也是。卖完了的话，前面还有没？应该是没有了啦。都不用我问哦，那个小姐是要找 master。OK， 我们现在又到了第三间，所以我们继续去问。口罩还有，口罩应该有，没有过来。大概几时会有货？这是第几件啊？我都忘记了。什么？嗯。Then。也是没有啊，怎么办呢？啊 ，OK， 去了几间过后，对，答案就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。口罩是整个市场都断货，我找了我这一区的每一间药店都没有口罩，口罩都没有货。OK， 刚才我从那些药店问了口罩出来过后，就有那些。刚要进去买口罩的那些人，他们就有好像有沟通到讲，哎，你是来买口罩啊？啊，我是说现在口罩全部没有货，然后很明显，目前我们整个社会都在，就是在讨论着口罩跟这个病毒的这个话题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搞到大家都人心惶惶，所以买不到口罩的朋友还是尽量不要出门。OK，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记录我去找口罩的那个过程，然后结论是买不到口罩。OK，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各位，我们下期见。